村庄被烧毁了，毫无疑问，这一定是邪恶的灾厄教主和他的手下们所为。他们四处惹是生非，贪婪地进行掠夺、征服或是摧毁所到之处的一切事物。该是您这样的英雄登场的时刻了，快点行动吧，村民们需要您的帮助。根据灾厄教主的法令，所有自由民都成了村民帝国的敌人。在这片密林深处，一个队伍正在押送村民囚犯，他们会被发配到边疆进行劳作。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村民朋友即将面对怎样的悲惨命运，所以快找到队伍，阻止村民的邪恶计划吧。这些村民们得以从村民的魔爪中逃脱出来。在险恶的沼泽中心，居住着一群邪恶的巫师，他们用魔法变出了各种隐迹，为灾厄教主及其日渐壮大的军队增添力量。如果您不快点找到并击败这些巫师，村民们将愈发势不可挡。但请务必小心，沼泽中有各种恐怖的生物。灾厄教主再也没有药水了，受到如此重创，巫师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。干得好！灾厄教主正试图借助被遗弃的古老沙漠神庙中的力量，召唤一支亡灵大军。然而，想要找到神庙，这本身就是一场冒险，因为其入口隐藏在这个如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的峡谷之中，各种邪恶的生物和不为人知的秘密等待着您的到来。啊，您找到了古老的沙漠神庙，里面会有怎样的秘密和财宝呢？村民们一把火将这片曾经郁郁葱葱的繁茂大地烧成了灰烬，只剩下一个位于世界边缘的村庄还完好无损。快点行动吧，英雄，您必须警告那里的村民即将到来的灾难，您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您成功了，南瓜牧场的村民们活了下来。的权杖被摧毁了，我们成功地让灾厄教主又一次受挫。主世界的群山之间传来令人不安的响声，据称村民们正在这些古老的矿井之下建造什么可怕的东西，似乎和煤烟、金属和火焰有关。只有您这样的英雄才敢冒险进入地下洞穴，揭开事情的真相。传言是真的，村民们在群山脚下建造了一个可怕的锻造厂。烈焰锻造厂，灾厄教主正是在这里制造出了毁灭主世界村庄的恐怖机器，您必须阻止他的脚步，挥起您手中的各式武器，将这个锻造厂夷为平地吧。烈焰锻造厂已被摧毁，村民的战争机器也化成了碎片。
续前进吧，英雄，您不能就这样把他放走。毒蛇灾厄教主逃到了高岩城堡的城墙边，但他不可能走远。快点杀出一条血路，向最高的塔楼进发。灾厄教主的霸权统治就要在今晚迎来终结。全村民的敌人，灾厄教主被击败了。伟大的英雄战胜了邪恶。是您的功劳，一切归于平静，直到意外再次来临。